Today's words of wisdom. A spiritual and intellectual interchange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Overseas of Vietnamese, Chinese, Croatian, Dutch, English, French, German, Hebrew,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omanian, Russian, Spanish, Thai, Urdu, and Turkish. Formosa, Taiwan. 在波多加文是美丽之岛的意思。为着环太平洋火线，也就是地震区的西边，因为地震陆地运动不断进行，形成岛上雄伟高山、山峦、冰原、盆地、海岸线，甲一挂奇特景观。差不多有18400多种野生生物栖息在岛内，其中20%以上是罕见，或者是强要绝种的生物。福尔摩沙虽然是一个小岛，上天却赐予伊一连串惊奇壮丽自然景观。北起古城镇，甲原住民部落。密密的山脉、美丽水墙、甲雕刻精致的寺庙，福尔摩沙是上帝恩典加持的乐土。1980年代，辛亥不祥师来到福尔摩沙，当伊住伫一间小庙的时阵。一群福尔摩沙的人经由内在体验的指引，在一个暴风雨的暗暝，前来要求师父教因观音静坐法门。从彼当时起，辛亥无上师传授观音法门，予福尔摩沙成千上万的真理追尊者。观音法门是一种观内在根甲因的静坐法门。观音法门的静坐是辛亥无上师慈悲的礼物，分享予这个世界，甲已经准备好要倒转去家己内在天国的人。感动着因的诚心，甲对内在天国的知识以及开悟的心地渴望，辛亥无上师自阮福尔摩沙众多求道者邀请。分享伊的智慧甲情知远见。2007年年初，辛亥无上师回应了世界会会员心底的渴望，在2007年2月18日参加新年的庆祝活动，甲来自全世界大约10000名的世界会会员以及贵宾，在福尔摩沙欢庆第二年的旧历新年。今嘛，邀请您聆听辛亥无上师予人开悟的精彩开始。主题是灵性甲理性的交流。2000年5月7日，讲伫福尔摩沙台北。Supreme Master Ching 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www.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f our centers near you. 我个人抛出若干问题请教吴上师。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台大阮教授、阮志深教授来为我们评论。今天能够请到辛亥无上师亲临会场，
我跟大家呢都同样感到振奋，因为我想主办单位还有很多人可能事先没有料到，就是吴上师会亲自前来。那我个人呢尤其觉得荣幸。那么今天题目本来是青海吴上师观音法门与东南亚华人，那我下面的发言主要是针对这个提供的论文来讲，这个题目的两部分，其中有关东南亚部分，我知道在场有很多专家学者，那么我们的主持人朱教授他就是研究海外华人，特别他对印尼这个华侨印尼的宗教他有过专门的著作还有其他的这个台湾宗教学会的学者或者是东南亚研究计划的人，我想他们呢可能比我更适合。那我以下呢所做的发言主要还是针对这个论文里面有关这个青海吴上师观音法门的部分。那我会前呢事先看过由中华民国禅定学会提供的论文，那么县长呢也在清明吴上师的演讲给我的感觉是观音法门及其领导人很特殊，也可以说是很另类，就是真的不一样因为整体来看这个领导人的言行常常突破框框条条，不一定符合我们社会熟悉的所谓常规定矩可以说是破格超越，非比寻常。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很难用固定的观念现有的成规加以理解规范和归类，所以从世人的眼光来看，青海吴上师和其他宗教的领导人大不相同。青海吴上师是亚洲女性，祖籍越南，但是她能够用中文、英文、粤文，甚至德文、法文，在世界五大洲讲经和对谈。她博通世界各大宗教的经典，但却善用普通浅白的话语直接陈述高深的教理。吴上师接受不同种族宗教的信徒前来印信，却不要求他们改变原有的宗教信仰，他主要传授超世界的解脱法门，却又关怀世间疾苦有时候随缘从事一些救难或是这个慈善活动。他传授的观音法门方法简易，看似新鲜，但是据说又最神奇最古老。他要求弟子严格遵守五戒，终身吃素，每天要打坐2.5小时，却又提倡中道而不走极端，希望弟子追求真善美的生活。他自己可以一面讲经弘法，一面又作诗编曲弹琴吟唱绘画做蔬菜编食谱重要，这个对中国人很重要。还有设计服装和珠宝，还有开艺术创作展，甚至在世界著名的这个城市开时装秀办音乐晚会，这个让人嗅不出，甚至怀疑他是一个修行人谢谢您他可以在世界各地出钱出力，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但是他却不盖寺庙教堂，也不接受供养。到处有弟子信众想留他常住，但是他却游走世界居无定所，不愿意将自己绑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他热爱人类，倾心相助，倾力相助，却又未免有时候爱神折戒，曾经被人称为会骂人的名师。当世人常提末法时代，恐惧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他却畅言人类要迈入新世纪的黄金时代。据说他在喜马拉雅山的深处完全证悟，可是他又说印心者不必入山苦行，在家也可以修行证悟。他可以吸引带领成百成千的徒弟在地球上飞来飞去，到世界各地打国际禅我们也神通这个好像比这个全程走透透要厉害得多
我们有练神通啊，老师。规模达到数千人，有时候还要会见各国政要进行慈善救援工作。但是他又说自己身心害羞，原本喜欢过简单自在的生活。他常随国别和不同的场合穿着自己设计的华丽服饰和各国的传统服装，以不同的形象出现，好像千面女郎。也因此使他常常遭受到误解和非难，但他却一直不改常态，默默承受，是继续扮演。总而言之，他说自己传授的法门最古老，而他自己的表现却很现代。进而他希望自己的徒弟也能做一个摩登的现代修行人。以上所说的这些破格超越非比寻常的表现啊，可以说令人大开眼界，但是也让世人多少为之不解。世人一时的不解和质疑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他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是教人为善和向上，并没有消极负面的地方。因此我们认为，对一般社会人士、宗教研究者和修行人而言，青海无上师及其观音法门至少提供了另外一种新的讯息和选择，这无论如何总是一项利多。谢谢你。任何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都会欢迎各种无害的新奇。我想我们对于无上师的种种表现应该是有新奇的感觉吧。正是由于他们啊的贡献，各种新奇的贡献，所以为我们社会提供了多样的自由选择，让我们社会的文化生活变得丰富而多彩。最后谢谢无上师啊，愿上帝与您同在，也请无上师在上帝面前帮台湾两岸人民还有全体人类多讲几句好话。下面我要提几个问题。好，请。好，好吗？第一个问题是跟观音法门的这个宗教性质或者说是宗教定义有关的问题，这个其中包含三个小问题。第一，就是社会人士和宗教研究者都把观音法门看成是新兴宗教啊，这个主办单位也曾经用这个青海教团称呼您的团体啊，我想请问观音法门是不是宗教？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一小问题。观音法门不是宗教，不过任何宗教都是也是本来从观音法门而来。我们世界已经有太多宗派，我不想再弄一个宗教，本来就不想，如果想就早就弄了，当教主比较好听。不过因为修观音法门就是回来我们原来的本来面目，上宗教外面都是讲那个古代人的体验而已，比方说耶稣修行会有什么什么能力，有什么疼痛，然后跟上帝在一起，他的徒弟会修会有什么什么能力，然后会跟上帝在一起，释迦牟尼佛因为修这个会得到什么什么，然后就成佛，然后他徒弟也是修这样会成佛等等。那我们现在这个观音法门也是令人走一样的一条路，所以所有宗教都本来就是种修观音法门而来，因为耶稣基督来他就叫基督教，然后佛来他就说佛教啊，就是这样子，很多宗教出来啊，拜托我实力好，不要说净海教。这个社会人士或是宗教研究者，他们称你我们为这个团体为观音法门，或者是青海教团，您接受青海教团这个名称吗？这是非正式名称的。当然，各位有权利要叫什么都可以，就是我们因为觉得自己很简单嘛，自己认识自己而已啊，所以不想说一个宗教出来，怕又再影响，又引起更多宗教的嗔愤。我们是认识自己佛心而已，认识自己的那边的最好住的那个品质，所以我们不用挂什么名牌啦。
事实上我们认为这样子。这个第二个小问题啊，也跟前面事实上有连带关系的啊，就是您曾说过您不属于任何宗教，是，请问观音法门和其他宗教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不知道是第一个问题您的答案已经答复了，还是愿意做进一步的说明。多一点也可以，就是也上回已经说过了，本来就没什么宗教嘛，上佛佛还没来以前就没佛教啦，啊，耶稣基督没来以前就没基督教啦，啊，穆罕默德没来就没有穆罕默德教啦，所以这个任何的所谓的开悟的人，他受上帝旨意，就是传授这个解脱的方法给那个所有的已经准备好要回家的人。后来因为他们信徒也死了，师父也死了，然后后来的人呢就不大知道他们师徒也叫一些什么失传了，然后就继续崇拜他的香，崇拜他的那个所谓的口说的教理，而没有那个内心传心这个力量，所以就变成一个宗教啊，这样子。不过观音法门本来就是唯一的那个最苦恼的，或是唯一的方法可以回家了，你只有一条路回家嘛，就这样子，谢谢。好，第三问题啊，就是在台湾和海外都有观音法门这个名称，或者是传授，请问您所传授的观音法门有什么特别不同之处？因为好像这个题目叫亲爱无上师观音法门。哦，他们就是这样叫了。观音法门就是我们梵文文字性的，这个音留在那边，是我们自己的本心佛性。所以如果不同的团体叫一样的话，他也可以说这叫观音法门。也许他叫不同的，他叫音流，或是叫上帝内在的声音，或是 the word， 也许这样。如果他能够让我们听到内在的自己的那佛性，或是上天堂在内，或是看到内在的光，就表示说一样的方法。好，这个第二个问题是跟这个团体组织有关的问题。我们所知道的啊，不论是古老的天主教，或者是新兴的一贯道，比方说天主教从教宗到教士中间有红衣主教、书记主教、主教神父啊。一贯到什么世尊师母啊、道长啊、点传师、坛主啊、文笃稽首、银宝师啊，这样子他们有这么一个啊，都有一个庞大的一个教会教团的组织，以及比较严密的这个层级跟那个职称。因为有庞大的组织啊，还有严密的层级这个，所以人多有组织的动员起来是效率比较高、比较快。但是也就容易形成一种类似官僚制度的一个行政体系，啊，这是我们所知道一般情况是这样。那么观音法门的信众，啊，现在是分布五大洲，实际人数我不知道啊，大概总是最少几十万以上吧，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我想将来很可能也会越来越多，啊，但是我们观察观音法门这个团体，在我在论文资料上所看到的，在无上师您和徒弟之间似乎好像只有一个这个观音使者这么一个比较正式的名称啊，所以如果照这样看的话，好，目前的观音法门啊好像并不是一个组织很严密的一个团体啊，但是这样一个比较不严密的组织，它是否能够这个有效动员从事大规模的宣教活动，特别是主要是能够这样能够长久持续下去吗？目前看好像是能的样子，因为每次法会规模都很大哈。我想是主要是领导人个人的魅力哈，但是这样能够长久持续下去吗？请问吴上师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或是心得？谢谢你，你问题好好好清楚，没有漏。大概很开悟的人就是我们不相信组织和所谓的您所讲的官僚的这种地位了，就观音使者就因为随便这样说了，这样子让他们知道啊，这个人就是可以传说这个口传观音
所谓的观音法门给你，不过那个那边的真正的传就是静静的默默的从上帝嘛，从那边的一心传心的，就不是那个观音使者，观音就叫他来讲而已，所以叫使者。我们不喜欢太多太伟大的名称了，我一个人忍受那个无上师已经太受够了，不想大家都出去挨骂。我们自己是强调谦卑，自己修行，不是说外表要有什么争的地位。所以多数我们的团体工作人很多，就您没有听到写字都很小，写字某某人做什么什么东西啊，那工作团比方说 video team 那个录影带的团体，他们自己就做很多工作，没有写自己名字啊。很多人印书样书或者是印书，他没有写书写写音。有时候如果哪一个国家需要的，如果比方说法律要说你要写下来，我们才写的啊。然后就我们都是这样子，最好就是不用传，不用太轰动出来。不过既然要给人家知道的话，还是要公开。就是不给他们伟大的头衔，不，已经不得已公开了。就我们不会在那边为了地位什么，他们都知道自己那边的伟大，不用说出来了。所以有压力的话，就是无上师一个人承受就好了。这样比较好。我的问题到什么？周教授，很好，很谢谢阮教授精彩的评论以及提出的问题。那也谢谢无上师这一轮的非常深刻的回答。我想在座诸位也非常有兴趣即席提出一些看法或者一些问题来请教无上师，也可以请教我们评论员。对，我还是接续主持人刚刚问的问题哦，就说青海无上师他强调不接受供养，但是他在世界各地又做了那么多的行善的事情哦，那看起来都不是小小的金钱可以打发的哈。那他刚刚是说自己有勾一些帽子啊，做设计一些衣服，那这些东西是对信徒贩卖呢，还是对大众贩卖？那这些贩卖的收入是不是说足够去帮助那么多的难民，或者是说美国的水灾，或是东南亚各地的各种天灾人祸？谢谢。是，我也有说过。我本人不直接接受供养。我如果有灾民，他们有权利要直接送给难民的话，那他们一起合起来，跟我们一起合起来一大包，那一起送，也是有信徒也是有贡献，大家一起的。非常接近的问题啊，稍微再就是说说明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很多您过去的事迹里也看到你帮助很多地方，也悲悯很多人。那我不知道去年921台湾发生地震，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你去那个，是不是在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就是说了解一下，你是不是有参与我们的救灾或者是帮助任何部分？谢谢您。我在美国第一次看到，我是第一个看到在电视报道，我就马上打电话回去，我找联络人员找不到，我找好几个人员，他们都忙了。我是那个时候，电话比较不好沟通，最后我抓到一个不是联络人员，叫林师兄了。林师兄，我告诉他，马上就发动大家，马上有多少钱就送出来，马上有什么就送出来，去了解灾民所有的地方，我们所无所不在的。当天马上就去了。林师兄，你要讲可以，因为。我们请您自我介绍一下好吗？然后再说明。他不是联络人员。我叫林树林，我是住在台南。921地震的当天的早上，我接到青海无上师从国外打来的电话，他说他已经打了一两个钟头的电话都打不通，结果打通我那一通电话。请你帮助我这个赶快成立救灾需要帮助的这个地方，你们赶快去帮助他们，无论在各方面集合大家的力量赶快去帮助就接到青海无上师的这种这个关心台湾的这个灾情这个第一件。第二件，那是要我能够转达在
台湾的同修，师父非常关心台湾这一次的这个地震的灾情。师父虽然没办法跟大家问候安慰，但是他非常非常的关心这两件事情，所以我就请这个我们各地能够联络到的人马上组织一个机动车队，当天的这个晚上我们就进入到中寮的这个地区，我们就在派出所中寮派出所的黑板上写上，如果灾区有需要任何资源的话，我们的联络电话是什么什么，当时我写了我们在南投还有台中就近的这个联络电话，在中寮派出所的这个黑板上，还有在南投县政府的大操场上，有一些这个救济物资，我们就全省的人就送到那边。但是我本人也亲自到这个灾区的最前线去，我发现只有这些物资并不能去解决这一次的这个，所以必须配合政府对来做这个救灾的工作，还由政府来统一去处理。所以我们就志同道合的同修们一起拿出这个贡献出来的钱，弄来帮助所有的灾区，就是这样的。谢谢各位，就是这样的情形。那个时候刚好一共凑出来的钱就是新台币1000万，就在那个时候捐出去的。我们请那个禅定学会理事长补充一下，然后后面那位先生再发言。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协会的前理事长。你也是理事长。对，两位理事长，好，请。是我姓柯，因为这个灾区的活动有我本人亲自介入，接到那个林先生的电话的时候，我们就进入灾区。我们是第一批进入灾区的，那个时候没有电话，南投指挥中心没有任何电话，那个电话是我们提供的。还有所有的挖土机，我们组织了一个挖土机的机队进去的时候，那个灾区还没看到，所有的灾区还没看到任何的一个挖土机。那我们大致上做的都是一个最优先最急迫的事情，我们马上通知所有的人到大卖场到工厂收集所有的帐篷，所以大家都可以从电视上看到所有的帐篷都买不到，那个全部被我们买走。我们从一个900块买到一个到6000块，所有的帐篷大概我们买了4000多个到5000多个，因为我们长期打禅跟师父学的时候，对这个帐篷特别有研究，所以我们把帐篷买完之后，我们接下去就买什么，买帆布。所以如果大家有到灾区去的时候，如果看到帐篷之外还有帆布，那个就是我们送的。我们已经买到没有帐篷的时候，然后我晓得就是很多的慈善团体就从国外从香港从美国空运，赶快空运帐篷进来台湾。那所以我们整个进入灾区，我们并不是用人力进入灾区，我们是进入人不能到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发动所有的同修进入车子都不能进去的，都是爬山越岭，然后组织了一个那个医疗团队，是都是深入灾区，都是电视机所有的人都还没到的时候，我们已经在第一个现场，包含其他的所谓的慈善团体都还没到的时候，我们全部都已经在现场。所以那刚才讲的那个1000万那个是第一期的款项，但因为包含所有的物资大概可能将近2000万的一个金额。那我们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修行的团体，但是因为修行这个就 by the way 的，就是顺便做。那顺便做，那很多人会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像这个金额很大，然后这个组织好像非常的严谨。那我在这里可以补充报告大家一点的，就是因为师父常常告诉我们，就是要学耶稣一样，我们左手拿，左手给人家，右手都不知道。因此我们从来并不把这个当成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一直认为
为什么会这个花洞上面，比如说很多团体他都有所谓的什么长啊，什么领导团体的、啊，那为什么那个师父的徒弟在这个进行这个救灾的时候，大家都还没看到，当大家看到所谓的那个很大的那个团体的时候，我们已经深入各地了，这个是什么原因？我个人的心得是这样，就是他本身因为我们都跟上帝沟通，所以我们唯一的组织就是上帝的组织，就是上帝因为跟每一个人都沟通了，跟师父的徒弟每一个人都沟通了，那师父对这个灾区的一个爱心跟一个急迫的心、啊、让大家自动自发只要一个电话全部都到。可是很讶异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到的时候你不知道谁会来，你也不知道有没有医生来，你也不知道有没有车队到。当时车子还没进去的时候，我们也是第一个组成那个吉普车队的。那后来在整个车整个现场啊，十几个这个乡镇里面啊，都看到很多的吉普车队。我可以跟大家报告，就是吉普车队我们就给那个急难中心借给他们吉普车队，还有包含他们所有的通信系统，我们也有成立一个那个火腿族的那个通信系统，他的救灾中心的通信系统就是我们的通信系统。因为救灾中心的通信系统，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备呢？因为我们跟着师傅啊，就是爬山越岭，然后到处山边这样就打残，那当然这个沟通上面会有问题啊，就是人也那么多啦，那整天要吃啦，要住啦，要对外联络，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自备了，然后很多的人员到电信局去培训，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个无线电的一个设备。那这个设备刚好在这个急难的时候，我们把发电机送到，把无线电的这个设施全部都送到。可是我们很讶异的就是，我们的摊位在任何的慈善团体还没到的时候，包含南投救灾总部的那个总中心的地方啊，所有的桌椅什么都还没排，物资还没在很乱的时候，我们全部都人员都到了。然后我们发现其他的慈善团体陆续进来之后，我们人员就赶快分散到别的团体不能到的地方，我们赶快进去。因为我再一次的强调，就是我们做这个事都是 by the way， 那 by the way 的情况之下，就是我们在这一个最急迫的点，在最 key point 的地方，我们赶快到是最要紧的，而不是我们在一个媒体的地方出现我们的新颖。这个刚好这个科前任理事长的内容也很精彩、哦、是是，各位很抱歉，因为我们当然对台湾本身的关怀高于对东南亚，不过我们的题目是以东南亚华人，所以是不是我想啊，在座也有一些啊对于台湾本身的一些疑问哦，我们先解决东南亚，再来讨论那个台湾的问题，好不好？太幽默了。可能这位小姐还有意见，有关台湾的，但是如果是有关台湾的，就请以后再提。我是联合报记者，那他有提到说，就是其实那个组织是很松散，可是我就是觉得很好奇，我想要知道那个整个组织动员，好，比如说像东南亚那么多国家，那我们要如果在一个很松散的组织里面，又如何要让同修自动自发的去捐这样子多的钱，如果说不是说像其他的像慈济他们是固定他们有一笔钱在运用，那如果说又要临时叫大家捐，然后又要临时去送过去那里采买，这是等等的过程很繁杂，所以我很好奇是在东南亚那些怎么样办到的。谢谢。也是一样，师姐也是一样，我们这边没有，我们真的没组织，你要的话就可以进入我们的问问了。我们有多少就贡献多少，下一次如果再去要啊快来，我有多少拿出来，你有多少呢，大家都一起送，因为我们自己是自动的嘛，这个是上帝的工作，我们那个上帝自己上帝awaken 醒过来了以后，他自己会知道怎么救自己的亲戚朋友，何必组织什么。我们就在这边就有中华民国是最后才 成出来，因为政府是指导我们说我们是要有一个机构这样子给他好方便那个列出来名单，所以我们才就弄几百个为了上证，不然的话我们没有一个所谓的membership， 他们有一个识别证，就是为了要去打残的时候知道你是真的是同修进来打坐，不是进来捣蛋，就这样子而已。哎，我们没有什么组织，大家都自动的，因为修行的人是要自在自由，
那你没有什么叫他固定要做什么，每一年要付什么，这个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就想提醒他佛性而已，然后他要做什么是他自己的事情啊。所以谁贡献也可以，不贡献也可以，来我们的家要吃要喝要睡，这怎么那样都不用钱的。那然后谁需要做，他认为他要付多少，他自己就付了，菜单这样子。哎，然后那灾难的时候，大家就有本分贡献的嘛，那不是说一个人的。谢谢，这样子够清楚吗？那谢谢。我想我们把讨论时间延长，因为吴上师的讲述方式也是在这个对话里面大家可以体会他的用意，而且有些是弦外之音，因为能够推动这么有效的活动说没有组织，那是绝有可能，所以这是极端高段的这个组织方式或许大家有其他的问题要请教吴上师或者在座其他各位有关的学者。缅甸方面是不是或者有没有其他意见？好，我想请中央广播电台制作人温金科温先生在各位的右边提出问题。亲爱吴上师，很荣幸能够看到你久仰很久了。因为我是自己在研究佛教，所以想针对佛教的一个小小问题向您请教就是说我们知道您自己在来台湾之前您就有自己在宗教上的成就了那么可是我们知道您最初在台湾出现的时候是一个台湾的就是一个比丘尼的形象来出现的，那我们自己站在佛教圈子的立场会觉得比较好奇，就是说您当初是基于怎么样的考虑要用佛教的身份来跟台湾的社会做接触。这是我的问题，谢谢。这是我的命，这样子我们应该当和尚一阵子嘛你要问的话问上帝啊。就像有时候我们当兵了一年两年，有的人当兵整个辈子，这是他的命不一样。不是我能够自己做主，是左右都是命安排，上帝他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是最简单，你看他的意比较复杂我们开悟了以后就生活比较简单了上帝安排一切叫你做什么你就遵遵守守这样做下去。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心情，没有像以前的想跟他吵什么，或是祷告，或是要求一些什么对世人有利，或是对世人口味比较合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像您所传的宗教这么样的活泼自由，然后又有内在的严肃性，我觉得是非常的优秀的，或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法因为某一些过去的因素而跟某一个继承的教团有一些误解我觉得是蛮可惜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当初这样的考虑是不 是, 是所以我很想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前世有当过和尚嘛这次还没当完回来做最后一段已经做完了就不用做就这样子不过我你讲也是对不过即使我没有出来当先当和尚然后再改的话大家还会误会耶稣基督他没当什么和尚也被钉了释迦牟尼佛当和尚整个辈子还是被人家砍一点脚还有侮辱整个辈子的，到现在还有人侮辱他他死了以后还不瞑目还会有人侮辱耶稣基督，现在还会有人那个误会他何况我自己一个小小的妇女嘛自己讲不该讲的东西自己说人不了解的东西，当然如果整个世界已经了解我说什么的话我们不是在这个程度了，我们不是说这个是世界了就是 天堂了，我来这边不是来世界，不是现在活的，不是为了传统
而活的，不是为了人家同意才活的，不是为了人家赞叹才活的，我活了为了要提醒大家自己伟大的地方，能够做多少，能够提醒多少人我就做了啊，时间到了，我们好不好也走了，赚漂亮也走，赚丑陋也走了，呵呵，我时间不多啊，呵呵，现在已经老了，那谢谢老师。哎，谢谢吴上师，我蛮喜欢你的回答的，谢谢。谢谢啊，喜欢喜欢，太好了，我喜欢听见。Supreme Master Ching 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www.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f our centers near you. 热心的观众，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智慧之节节目。明仔请继续收看灵性甲理性的交流第三集。今晚请继续收看无上师电视台的艺术甲灵性节目，家庭新闻了后为您播出。祝福您喜乐平安富足。Thank you for your warm-hearted presence on today's episode of Words of Wisdom. Please join us again tomorrow for part 3 of A Spiritual and Intellectual Interchange. Now,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for a journey through ascetic realms. Coming up next, after noteworthy news, we wish you joy,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WOW.